直冲刺空中，多下飞盘，看准队友方向，利落抛掷传盘，合作无间。飞盘被抛出去，飞往得分区，队友立刻上前接下，拿下一分，全队欢欣鼓舞。 社团对，因为看了觉得很有趣，所以就加入一起玩这样。因为有那个 feel 啊，然后开始越来越有对这个越有浓厚的兴趣，然后就开始从国一，然后练到高一。就像是美式足球打准得分，16号上午在逢甲大学举办全国高中大学飞盘赛，预赛就战况激烈。6所大学、6所高中全场300名选手，12个队伍，2两1组，同组的两队谁先拿下13分就能获胜，成为出现队伍。这样激烈的运动比赛，居然没有裁判。 双方选手自由沟通，对，自由心正确去判断。啊，只要不行的话，就是回上一盘。对，然后线边会有线绳，但是线绳他不可以直接做判定。犯规得分怎么看？怎么判？全靠选手自律，考验运动家精神。飞盘争霸赛不仅要抛得准，也要抢快，大大考验团队默契。光看就让人热血沸腾。记者连家庆、谢佑元、三区小组台中报道。